凤梨土鸡大家午安。啊，今天很熟的欢喜，就是咱台湾高中四十一周年的纪念。哎，就用上天的慈悲，把咱安尼今天的文化共同保护，传遍全世界。拄啊，伫咧跳舞咧，迄就是印度舞狮啊，印尼啊，咱遐印尼族群，所以咱不管，咱就保护咧。啊，咱伫咧印尼，伫咧咱巴厘岛哦，足足一道，拢有团结，拢有团结啊。所以咱即阵啊，咱就团结，一直团结。已经差不多九成的国家，哎，这就是对咱国人的福气。所以咱心里一贯都有感情，哎，大家都有这个收入，因为咱的祖宗，咱的祖宗很天神尊，所以爱护国团，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？我多一个国家，有法度通讲，也未一百年，有法度用这个道具，欢迎全世界。这就是讲讲咱大国的运动。那么咱这部咱咱的大国，主要是儒家、儒太的儒，佛教、佛教、道太道儒，这个三教合一。在家里，虽然总得有，在家里一直爱对朋友友好。明天出门这家一定爱和好，对国家爱尽忠，对朋友爱尽力，这就是咱人的原则。做人呢，这个原则要稳当一点，哎，安尼就是人，人甲动物袂同。咱人就是半个人，动物就是半个人啦。所以咱今仔日非常的欢喜，在这个今日跟他讲四十一周年纪念，上台咱各位哦，跟大家说一番热情的话，啊，都算是上台的欢乐啦，咱非常的欢喜。啊，今仔日好多老的来客。我们拿过宝贝，但是是不管讲，因为人多，咱无法做自由化，所以有意义，是讲正理，我是咱的成就，诚意的诚意话，诚心的表现，是咱的这个生活成就，啊，所以拿过宝贝，啊，多做自由主义，比如。啊，咱人就是越健康，吼，啊，万事如意，吼，还有一些健康的健康这些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全大的指挥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板桥市议员刘美芳议员来跟我们各位同修啊，我们致辞。